西凯微博，那我们现在还要接通最后一通电话。我们现在时间最后一通了，真的吗？是的，不舍得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珍贵的机会花落谁家？来，花落谁家？来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哦，绿灯亮了，哎，绿光亮半天，你的绿光是不是不要按一下？叮，这是我的彩虹。哪里有我男粉？男粉，看见是我，你是文涛吗？文涛，喂喂，文涛你好，男粉，喂喂喂。能听到吗？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我小笑，我早就该猜到，还憋到，还憋声音，能听到吗？我们听不到啊！好吵啊！我们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哎，能不能挂了吧？挂了吧？我们假装不知道。喂，这位粉丝朋友，喂，你好，你是，你有什么问题或者？哎，这位男粉，你是怎么？听不太清，咱们就挂了。我们一个一个，我是学院里面为数不多的男粉。哎，好，你是谁呀？有些什么？话想跟你的哥哥们说吗？哎妈，文涛老能骗人了！哎妈，文涛老能骗人了！文涛，啊，你们在说？哎，这句话我熟，这句话我熟。他经常跟我说啊，你们在说我朋友也经常说我声音有点像文涛。你朋友是不是叫真的吗？这个那无中生有。你最喜欢谁啊？如果你不是文涛的话。哎，对，学院当中你最喜欢谁？你会喜欢我？你觉得学院里面最帅的？谁问的问题？那个没来的呀。那个没来的，谁没来呀？好多人没来呢。对啊，一心姐没来。难道是最喜欢郎老师吗？不会喜欢嘟嘟吧？莫非是王春玉老师？还是王老对王老师，可不可以给这位朋友交个电话费？他是听不见我们说话吗 ？Y 哥 ，JY 老师。哦哦哦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那我们时间到了，开演，开演了。我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，那你想问谁？你想问谁？是我，你有什么问题？绿光为什么不带我？哎，你没拿这个你的戏哎，现在你可以唱，你可以唱，我们在这里可以跟你唱，我们听。哦，我现在陪他唱一遍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啊。传奇的发起人，来，你来起头，好不好？来，只是因为来，传奇的发起人，熟了，哎，这你还熟了，怂了啊？涛，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？他打电话干什么？是占用别人机会吗？确实，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清楚。不是你为什么要跟粉丝抢机会？主要说吧，我听着。你听就我们为什么跟你说呢？我们从群里为什么要跟你说呢？微信或者打电话不说我们的就行了。对啊，来这样吧，这个我们一会儿微信，我们一会儿视频吧，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。想要把这个挂了吗？太无情了。然后我们再给这个粉丝朋友们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文涛，要不你做不要挂嘛？你作为粉丝，不要挂，不要挂嘛？不要挂嘛？那不挂，听你的，不挂。北纬旗子岛。那除了不挂之外，你还想做点什么呢？想做点什么？我们陪你。文涛是不是有任务呀？我特别好奇，那个溥仪星今天这个眼线是谁给画的？你说你走了，你怎么这么眼线吗？没有眼线，就是这里有六个哥哥坐在这里。这位声音比较像文涛的学弟，你就只看到了溥仪星的眼线吗？哎呦，他是学长，跳身份了。哎呦哎呦，谁都没有。假如我是狼人，能文能武，能文能武啊，能文能武，能文能普。可文可普啊，文韬武略，真的，你是列文虎克吗？怎么看他眼线？哎，咱们猜个词。除了眼线之外，你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吗？任务吗？啥？对，文韬，你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吗？刚刚那个动作是什么？好吵，我真的听不懂。我们一个来，哦，文韬，你有什么？你是带着什么任务，还是你有什么要求吗？你是带甜蜜的任务吗？关心溥仪星的眼线，见不得人的企图那种。见不得人。就是什么？你有什么要求吗？过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。不会是要我卸妆吧？你正主他卸妆也很明显。看不成。什么？算了。真的，像这种粉丝哈，咱们还是准备个台本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是在是我们要合你们要合宿的地方？哎，不告诉你，还不确定哎，这一点还不是很确定，就是。你看，这不是一共七个人吗？那我理解是，如果两人一间的话，那你们都已经住了两人间了，我是不是可以一个人住三人间？哎，那这个答案，你想跟谁住吗？节目的时候告诉你，阿普刚问了，阿普的问题刚问了，你想跟谁睡？你就今天把话挑明了，你想跟谁睡？你直接说，你就说你想直播，你想睡谁？你这么霸气啊！就是我们要给你，我们要在谁的房间留一个床位给你？
哎，你就说我们六个人里，你最想跟谁睡吧？有六个人吗？嗯，有。睡上下铺或一个房间。这样吧，我们把我们把那个问题简化一些。啊，咱们最后一个人剩这个，你想开始跟谁睡？开始拼乐高。喂。开始疯狂拼乐高。没事没事，文涛来晚的话就把沙发留给他嘛。嗯。哟，怎么？文涛是挂这个。你要是文涛门廊留给你。厨房留给你。我大学里面我一直是上铺。嗯。啊、哦，所以你想睡在谁上面？哦、面都行，都行，喜欢在上面。嗯。我特别想就是合宿嘛，就是找那种学生时代的感觉。嗯、你当然要找了，我们还在这个感觉中。原汁原味，谁是最原汁原味的那个人呢？徐凯和我。原汁原味，那学生时代男生宿舍的味道，那就是有点臭味。那是你们宿舍。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。对，我记得我下铺的室友是一个这个比我矮一点，然后哦要比你矮，比你白一点，一然后鼻子比你挺一点，是一个白羊，头发比你少一点，也是一个白羊座。所以我们当中谁比文涛矮，然后还是白羊座的？我不是白羊座，天蝎座。其实就是老齐和这个阿普可以比一下身高了，是吧？把那个转盘拿出来。